天的万柳，在几这个转职中，不过这一只应该是打不赢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会打多久诶。这看过了吗？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集可能回去主城吧。等下回去主城刮，这只就让它卡吧，我不知道卡多久。对，就是再强化一下我下线了。啊，我自己会把竞技场玩一玩啊。那、啊、因为竞技场，我觉得有时候，我怎么讲？